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七海八極拳防御工事。干，你在录啊？对啊，我录你唱歌。是永远到底大轮发在哪里？到底大轮发在哪里？到底大轮发在哪里？所以你有去看 MV 了？有啊，我有看啊，我是看美丽本人。我也是看美丽本人，看超跳舞，点点点点点点点，还有在西门町跳舞，对，超好笑的。我看他牛肉面倒在头上是干面啊，对。可是那个 bug， 你注意在看他回放的时候，他牛肉面的旁边其实放一碗干面。哦，你看更细哦。我看很细，他牛肉面旁边其实是放一碗干面，所以他可能是拿干面倒，不一定是牛肉面，好吧？今天要去那个，那直接讲，会不会开头啊？讲哈啊，没什么好看的，关掉。今天又要去洗提新车了。没有提，还没有提，好不好？没有提哦。我们今天要去那个啦，今天要去 Honda。本来传说油电版是多少钱？八十几？八十四是不是？我忘了啦。那时候我就唱衰，我说大家都不要买，你就不要买。Wait， 等到最后，果然哦，我跟你讲，他的那个汽油版卖到最后啊，听说折到最后不用七十万应该就买得到。不用七十？对啊，干，那这才是正常的嘛。你一台 Fit 就是67万，那有什么好讲的？没什么好讲的吧？就跟那个仙草一样嘛。对啊，对不对？你一台仙草。感觉就是要七十几万，就是这种感觉，好不好？投资有一句话叫做“本多终胜”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本越多，你到最后一定会赢。所以他撑不下去了嘛，他东西卖不掉，卖不好，他是不是要付薪水、付利息、付有的没的？他受不了，他就得降价，就是这样。这就是市场。好啦，反正我前两天就看到，不是发表吗？说那个油电版79万，799。哎，有诚意。真的有诚意，就值得我们买回来试看看。他既然有这个诚意，我们就怎样买一台回来开箱看看。所以我昨天就这个打了电话给朋友，就先定起来了。今天去签约，好久没有签新车的约了。我上次只有签 Suzuki 而已嘛，啊 ，B N W 我签的，只有仙草不是我签的，所以不是我签的讲比较惨，反正别人买的嘛，看别人买讲烂一点没关系。啊，今天我去签一下，我也没看到 Fit 啦。很多人说很丑，可其实我觉得蛮可爱的。你觉得咧？跟以前不一样的风格，我觉得蛮可爱的啊，很有日系风格啊。你不觉得它看起来就是日本妹子的感觉吗？等一下去现场看一下实车。那现在去营业所里面看的就是我们那一台，听说对，听还没展示，今天才刚拖到公司，昨天就被我们订走了，所以根本没人。对，所以等一下去有没有干贴封锁线，不准别人开，可以吧？卖欧吉娜，你要订啊，背起背喽啊，我们就把它封起来当 OK， 就不准别人再开这个门。然后就会发现这几天要去看 Fit 的人都只能看外面，哎呦，那是我们的啊！不要，不要那么小气啦，好不好？这个如果你们是在这几天哈，今天是那个圣诞夜嘛，观众朋友们，你有在圣诞夜这几天过后这几天到滨江营业所看到的 Fit， 应该就是小时的。我真的蛮期待的，听说那个一公升可以跑到40公里吗？真的假的？40太扯了吧？听说这一台车它的骨子里就是那个一台电动车，它跟Toyota油电不一样哦。Toyota油电是大部分其实还是汽油，但是是电动辅助，对不对？但听说 Fit 的设定是电动为主，汽油是辅助，你电不够，汽油才来帮你充。但是大部分都是用电，所以觉得蛮有趣的。我不喜欢电动车，但是我对于这种有汽油来辅助，我觉得这很棒。我觉得为什么你要把汽油车赶尽杀绝？我觉得不用啊，你就并存啊。对啊，你就并存，这样你就不用一直跑那个啊，充电啊，充电时间啊，我在汽油辅助啊充电就好了，就不用在那边弄一大堆他妈的充电站，然后在那边担心电够不够的事情，充电站够不够，充电桩够不够，对不对？你都不用担心了，就让它并存就好，这样汽油也可以省，污染也可以省，也不用花时间去充电，多好，听起来是不错吧？也比一般车一台抵三台了，这样也算是很大的一个进步了。对不对？如果全世界有3000万台车，现在只剩下1000万台在浪费量跟排放量，那就进步超多了，好不好？其实我是不想再等的。听说后面好像也有油电 HRV， 你说现行款的 HRV 还是没？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改款呢、欸？有啦，那时候就有网友贴给我了，说小师哥你讲对了，我是不是说 HRV 屁股那两个钢牙很丑？嗯，然后那时候在今年年出来去年年底的时候就有发表新一代的 HRV， 就把钢牙拿掉了，然后就有粉丝贴给我说：“小师哥，你讲对了，他真的把钢牙拿掉了，所以是改款的有点哦，就是这样。”
待会营业所见。These problems get to me. Take the good with the bad. In the moments I'm scared. I know that you're there. You help me find relief. But can you save me? Tell me what's the move tonight. All I want is you tonight. Tell me if the mood is right. Cause all I want is you tonight. There's a feeling that I'm used to. It's a good time when I'm with you. Cause all I want is you tonight. 很像青蛙耶齁。青蛙吗？对啊。大眼睛。啊，我现在讲完了，就没什么好讲的。还是方向盘蛮可爱的。对啊，超可爱的，对不对？两幅式的。双幅。而且我跟你讲啊，它这个价钱70几万，它有跟车，虽然不是全出鱼，可是我觉得小车有跟车。我跟你听过几台小车有跟车，有上次 Switch 有。然后它这很棒，你看这有杯架，啊，日本车就是这样，杯架对不对？然后这边有杯架，然后这边也有杯架，那么这边有两个，那边也是，那边也是。哎呦，这个皮软的呢，上面硬的，这硬的，只有这块是软的，对，整个中台就这块是软的。啊，看一下后车厢，看一下后，啊，后面好，蛮大的，哎，欸，蛮大的。刚刚我那样坐已经可以开车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不对？记得的后座是本来就蛮大的，本来就蛮大啊，空间一直都，哎，欸，我看是不是还是板凳？哎，欸，还是哎，欸，哦，还是板凳哎，欸，还是一样，还是板凳。它，啊，这个从前面到现在都这样。好，后车厢。哎，欸，这板子要选配 是不是？板子要选配。我等一下看一片多少钱。好，看完了，搞定了。好，然后就准备签约签一签了，好不好？那，啊，介绍一下滨江Honda的黄君毅科长，好不好？这个听说这个一个展间只有一台嘛？对，只有展一台而已。那今年就是一间展间只卖一台。哦，剩下就是现在定要明年交。对，就明年2022的车。哦，2022的车。哦，所以我们这台是2021的车。对。啊，对，当然了，不可能是22的，22还没做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签约了，好不好？这个回来开箱再跟大家分享。我们的四乘车有四件组的大包吗？没有。哎，欸，我们汽油版有啦，我们汽油版在这边吗？对，在这边。哦，等一下再借我们看一下。好，这个是一般的倒车影像，对，只有镜头而已。对，那这个的话就是有点类似这样环境。哦，对，然后可以调角度。对，这个线会动。哦，咚咚咚咚咚，是由上往下。咚，啊，差多少钱？一个是10600。对，然后这个是5550。五千的就好了，技术好，不用炫，对不对？哦，对，我要问，对，刚刚我问的那个盘子一个多少钱？行李箱遮挡。我现在选的东西很多哎，金属踏板，这是一些外观的一些套件。行李箱哦，行李箱车板，不要买好了，7000块呢，7000哎，必备板啊，7000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观众朋友，以后来买我没有选，你们自己去买。7000多块一个板子哦，我叫科比用那个木头踩一踩啊。好，那个不用了。然后四件式的大包。好，四件式大包 ，OK。等一下，我们去看一下那个改四件式大包长什么样子，变成绕耳孩的青蛙。车门警示灯哦，这也是选的哦。我们有时候收一些车回来，旁边有贴，我想说那是自己买来贴的。哦，还有空气清新机也可以选，哦，其实可以选的东西还蛮多的。现在买车真有趣。你知道我最喜欢的买车是怎样吗？他就卖你一个空车，然后就勾压缩机啊，勾变速箱的形式啊，勾排气管的形式啊，越细越好，就变成客制化，对不对？哇，啊，勾得很细就觉得很爽，啊，我觉得有用我再勾就好了。像我想要很多杯架，我就杯架多勾一些。这样坐车的人太累了。对啊，可是这样买得很划算，然后妈没用，你给我干嘛？就是这样讲。哎呦，好多东西可以选。哦 ，ISOFIX 也是选的呢。是那个是儿童安全座椅。哦，这是儿童安全座椅的 ISOFIX， 不是说你要 ISOFIX 的插头要选。对，它有标配。哦，所以标配是 ISOFIX 的，它这个是顺便卖你儿童安全座椅。嗯，这个是哦 ，ISOFIX 它有，可是它卖的是座椅。你也跟我一样搞，你也跟我一样搞错意思，对不对？所以安全座椅上面会印 FIT， 不是 Honda logo 而已。哦 ，Honda 的 logo。哎，欸，Honda 的安全座椅还好像不错，蛮帅的。啊，剩下就是一些什么托盘呢，没有看到比较特别。还有高传灯喇叭这些，这现在是低传灯的。不是，因为他在写东西，我太无聊，一直看。那我要先看空运套件吗？我先把车移出来。空运套要移出来是不是？对，我们先签完再去。好，好，我们签完再去。
那我们现在汉达的保固的部分呢、啊嗯？电瓶是十年或二十万。你是说它的后面那个电瓶？对，电瓶的部分，十、哦、年二十万公里。十年二十万公里，我也是看到这个买的，够久了吧？对啊，我都不知道能活到那时候，对对不对？然后还有什么特别的？油电系统的部分的话，它是五年或十万公里、嗯。哦，所以油电系统跟电瓶是分开的，不一样的东西。对，差别在哪里？电瓶就是电瓶本身，大电瓶本身，锂电池。哦，锂电池是十万，对。然后油电的系统如果有损坏的话，是五年或十万，十万哦，或十万先到为主，对。包括那油电那些模组那些，哦，模组那些，对。然后车子部分就是三年或十万公里，哦，三年或十万。我请教一下，它这个油电系统啊，跟 Toyota 油电系统什么不一样？Toyota 有点像是混联式，我们的算是巴士以下是纯电形式。它是用时速来看吗？不算，不算时速来看。它还是要评估电瓶的量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今天如果说电瓶的电力比较少，那它汽油引擎会启动，对，只发电不做输出。对哦，汽油引擎帮你充电，对，但是没有办法做输出 没有输出，对，没有输出，因为它算是这台算是以电为主，汽油引擎为辅的一个角色这样子。你好，跟我刚刚讲一样啊，哈，电为主，汽油是辅助。对对。那八十以上，其实我们最高纯电行驶是在一百以内都有机会纯电。那汽油引擎的话，一定是在一百以上或是八十以上才有可能做汽油动力的输出。啊、哦，懂。它的齿比设定很特别，它只有一个档位。那我来试看看。哎，这个是我们那个小礼物了。谢谢谢谢谢谢。杯子 ，Fit 的杯子。哎呦，我再抽给观众好了。喂，可不可以打开看？我很喜欢哦。那我多拿一个给你。Fit 的杯子，是 Fit 的杯子。我拆开哦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对啊，圆圆的。哎、欸，观众朋友，不好意思啊，给我留着。哇，里面还有硬 Fit。是啊，不错，然后蛮可爱的，赞赞赞。哦，这个观众朋友没有奖品的。好，谢谢谢谢。那这样就可以了。那我们。车子移好了，好，我们就去借我们拍一下那个套件。哎、欸，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有啊，蛮哪里不一样？蛮多不一样的、啊。哪里？不觉得整个个性都变了吗？个性都变了。对啊。我比较想看车头啊，我看车头有吗？有啊，我觉得个性都变了、啊。哦哦，它有红线的，这个水箱罩也有加。哦，就是两个像定风翼的东西啊。尾翼，下巴，下巴。好，还不错 ，Modulo， 好，搞定了。今天谢谢，要怎么叫你什么？君毅，就叫君毅就好了。好，要记得来找君毅啊、哦。好，那我们就期待交车了。走了，回家了，拜拜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走了。七海八極拳防御工事。Bentley， 有新款的呢。对啊。哎、欸，好、啊，那我们前后花了多久的时间？半小时吧。觉得实车蛮好看的，很可爱哦。照片好看，不会啊！我看照片，我觉得蛮可爱的，很有日系风格。我刚刚不讲了，那个我就最后就选了一个27000多四件式的 Modulo 大包，27000多块，是打折后的价钱，27000多，其实蛮贵的。你如果去买一些国产型的加烤漆，我觉得一半的价钱应该就搞定。然后加了一个倒车影像，那是没有什么线条动，因为我觉得 anyway。看得到后面就好了，啊，这一个就是镜头不一样而已了，比较好的镜头跟比较一般的镜头。哦，你看那个很像那个惊声尖叫的那个有没有啊，你没拍到，算了，看那个超像，我每次看到它我就觉得像那个惊声尖叫那个嘴巴，你知道吗？你有看到惊声尖叫吗？就是那个啊，赶紧冲，然后把女朋友冲到天花板上那个，他是很久没有套了，你知道吗？女上男下嘛，然后他套出来以后，他女朋友被冲到天花板上。看的超经典的，你还没看过哦？哎、欸，有够经典哎、欸，经典中的经典。然后啊，就选这样啊，反正套件大概选了3万嘛。然后他们隔热纸是送的。然后哎、欸，这可以讲吗？嗯，讲出来业务都不用问。你先讲，我再放会员频道，好不好？定价，我这妈，我现在就讲啊，阿爸的详细数字看放会员频道，定价799，然后折我买。啊，再加3万的大包跟倒车影像镜头，干、欸、我要是买破八了，破八了，感觉很差、欸。我应该什么都不要加哦，一月就可以交车了，因为他说他再来就可以去装配件领牌。这台是21年的啦，每个营业所只有一台。那刚刚听他说北投那台也被买走了，所以就是会有像我这种要赶头箱的哦。我现在闹，我就想要这个车。
我们是把滨江这台订走了。你现在再去买 Fit， 除非它的营业所是还有一台展示车那一台。那如果说展示车都卖完，你就是现在订，就是等到明年的一月过后才会缴车，大概就这样，好不好？资讯分享还有什么？阿大，你觉得还有什么要分享？应该就这样了吧？资讯量够吗？资讯量够就要等我推开箱了、啊。那就这样吧。对啊，那就这样吧。啊，这个一样哦，喜欢我们影片要这个订阅、留言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好不好？我们才有动力去买新车来开箱给大家看。我在打算明年看有没有机会买新的86开箱，看流量状况哈。没有订阅的这个做坏事都会被老婆发现哦。我就讲过了，用什么花子 App？ 哦，对不对？王力宏要用虾皮嘛，还有 KKBox 啊，对不对 ？KKBox 嘛，用什么花子 App？ 我讲花子 App 它的一个好处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阿呆，花子 App 它不是一个主流软体，所以你的手机里没有花子 App， 你的另一半是不会觉得有什么的，没错吧？嗯。所以你花子 App 回家前，你要把那个花子 App 删掉啊，出门再载载就好了。好不好？跟你分享，资讯量够了吧？那这也算资讯量的一种。好，跟大家讲，这个东西就是出门再载，回家就删掉，就这么简单。不要在那边，有些人很龟毛，尤其处女座的，回家都要把那个讯息齁全部都要已读。哦，他不想看到那个红色的。对，然后没用的就删掉，没用的就删掉。处女座就会干这种事。我跟你讲，处女座的妈也是蛮贱的，他只要跟他的女朋友刚开始交往的时候。他就让对方知道他有这个习惯，说我不喜欢看那个红字这个习惯，所以呢，他删讯息就没什么了不起的。哦，你看像我都不删的，我的那个都是999加的那种，我只要删了某一个讯息，对方就说你为什么其他没删你就单独删这个，你是不是有鬼？你为什么只删他的？如果对方是个女的，为什么就去删他的？所以阿丹，你下次交女朋友的时候，你要记得要先养成这个习惯。哦，我就是会这样，我就是看到那个、就是啊、哦，我就看到很痛苦嘛，我就删。以后你删讯息就变成一件很正常的事情。你一回家，女朋友看你手机干干净净的，就觉得很正常，为什么？所以一开始习惯的养成是最重要的。你动作那么大是要拍哪里？刚有一台红色的新的 Fit 啊。啊，真的吗？对啊。那汽油版的啦，吼、哦，拜托我，我有电的呢。啊，我是在路上还没看过啊。我跟你讲啊，对，这个刚我没讲到。我跟你讲，汽油版妈的都变韭菜，你有发现？一定的。他这个油电版的一出来，干你啊，那些汽油版全部都气死，一瞬间变韭菜。看那买汽油会气死，那他们会安慰自己哦。啊，不会啊，我觉得汽油就好了啊，也很好开啊。好、哦、啊，我不相信电动东西啊，好不好？替自己找理由，对对，替自己找理由，会没啊？没关系啊，女的也没什么啦，对不对？就是胸部大了点，身材好点，皮肤白哦，长得还蛮漂亮，蛮可爱的，其他还有什么服务也不错，就这样而已啊，哪有什么，没什么了不起，他眼泪就滴下来了。阿呆，你是这种人？那个笑着笑着就哭了，就哭了。好啊，祝大家圣诞节快乐哦！今天圣诞节，阿呆就回家，妈剪片剪到死，哎嘞，叹气嘞，你的小猫嘞，你的小猫的第一个圣诞节呢，你是不是应该把它打扮成迷路的样子？把它打扮成迷路的样子拍照，就是你的圣诞节，要不然呢？跟你讲啦，那没什么，你像我们结婚的圣诞节啊，还不是回家吃饭、拉屎、睡觉，要不然呢？你觉得有多什么行程吗？也没有啊。所以你要养成一个习惯，知道吗？当你交新的女朋友的时候，就要跟她讲，我跟你在一起每天都在过节。你要养成一个习惯，你不要只有在节日才送礼物，你偶尔平常经过什么店，觉得这不错，你就买礼物就送给她。你不要等到节日再去做这件事情。我是这样啊。哇，好男人呢。好，所以你养成这个习惯以后，这才真的说，真的不是说哦，妈的什么节我才有送东西，什么节我才有送东西，然后忽然什么节你忘了，你就死了。我说你没送。对啊，为什么以前他的情人节都会送？你变了。对，你变了，对不对？人都会变的。好，所以就养成习惯了。所以一切一切就是在开头很重要，不要让你的孩子输在起跑点上。所以从小你就要开始教育，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就要开始教育，不要等到事情发生才后悔莫及。你一开始没有训练好，你后面想要再改不过来，很难熬啊。对，你改不过来。我就是属于那种一开始没处理好的。好啦，录多久啦？回去了啦。好啦，买好了啦，齁。
买好了，买好了。好，等交车，等交车，等交，等开箱，等开箱，好不好？七海八極拳防御工事。